温哥华，一个小资情调的城市，人口200多万人，华人占比超过1/5，甚至接近1/4。开个玩笑说，温哥华问一个人是华人，问一个人是华人啊，叫温哥华。温哥华也是全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。在温哥华的生活，出海是特别有意义、特别好玩的一件事。往那儿开，因为它的大海基本上可以算作内海。温哥华的外面有温哥华岛作为天然的屏障，海面是风平浪静，最适合人们出海钓钓鱼、捞捞螃蟹啊，晒晒太阳，真是神仙过的日子。现在还真好，是吧？真好，那你不吃？飞行这个，啊，五环酒店。这个圈大了，大儿在呢，直接啊，行了行了。哎呀，以为你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哎，你胆儿够大的。